题来，我们从中间开始画起啊、哦，来，然后呢，中间第一个这个圆的直径是20，所以 C D 20啊、哦，来，然后呢，接下来这个圆它是 D 26 C D 26，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这个圆。它的直径呢？这个啊是 D 60 C D 60，好，然后这边告诉我们夹45度角啊，所以XL A 好，这边45度好，来，那我们用 XL V 这个做比较快哈，先给一个垂直的建构线，然后呢再用它。做侧点旋转啊，复制 C， 好，45的一半是 22.5 跟负 22.5 啊，来，然后呢这边距离是3，所以偏移 O 1.5，这里往这里偏，好，然后这个就可以删掉了啊，来，然后呢我们这边可以做修剪哈，来 TR 这一个。好，然后下面的部分删掉。好，然后这边导圆角 R5 啊、哦，所以 FR5 多重 M。好，然后呢，这边导圆角是 R2 啊、哦、，FR2 多重 M。好，然后呢，做环形阵列。好。I 这边是2468个啊 ，I 八个，好，完成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画外面这个哈，来，外面这一个呢，它告诉我这一个是直径73哈，所以 C 直径 D 73，好，然后呢这边的距离是3，所以 O 往内外各偏 1.5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位置是跟这个夹45度角啊、哦、啊，所以这里呢，来，我们先做这个的旋转哈、哦，来，旋转，侧点旋转 C， 好， 22.5， 好，然后这里呢 C， 这个圆的半径，我们看一下，好，这边是 D6。这边是 R8 哈，所以一个是 D 6，一个是 R8 啊 ，OK。来这边，好，然后这里呢，我们用 TR 修剪哈，来这一个还有。这样子哈，来这边修剪掉，好，然后呢这边修剪掉，来这里呢用这两个去修剪掉它，好，那这样子这边就完成了哈。那旋转的话，等一下再来处理哈。来，那我们先画这个部分，好，那这一条我们先删掉，好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来这边是 R3 哈，来，所以这边 C 3，好，然后我们来看这里哈，他告诉我这边都是6，所以这边L 从四分点往上，好，垂直向上哈，来，然后呢这边。到这里呢，水平是20啊、10啊，水平是10。那高度呢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高度这边是25哈、哦，这里25水平10，所以 C T K 从这个点往上追25，然后呢，这边水平追10，好。然后这边追到了之后呢 ，Enter，
半径为5，好，然后呢一个是半径为2，好，然后这边是 R47 号，所以这边用切切半，好，切小的，再切这一条线，半径47，好，所以 TR 这一个、这一个还有这一个去修剪，好 ，OK， 好，完了之后呢，这边画一条30度，好，这边30，所以跟水平夹60，好，所以这边线。好，小于60，用来小于60哈，用取代角度的方式。好，然后呢，这边我们就可以用两点圆哈，这里到这边。好 ，T 啊，好，这一条就可以删掉了。好，删掉之后呢，来 TR 这边我们再做一次哈，这里跟这里啊，来修剪掉这个地方。好，然后这边呢偏移是3哈，来这里，好，所以我们再做一次 TR 这两个修剪掉它。好，然后我们做近色，来这边，还有这里 ，Enter。这里到这边，好 ，Enter， 好，然后呢，这边FR2， 好的，然后 TR， 好，那这边 OK 之后呢，我们再用这个做旋转。旋转哈，旋转几度呢？这边2、4、6、8，八个哈，所以每一个是45度。来，我们这边做旋转，好，框选这个范围啊，这几个要选啊，好 ，Enter， 中心点在这里啊，然后 C 复制，然后45度，好，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修剪哈，来 TR。然后呢，这边是这一条跟这一条，然后修剪掉这个，啊，这个可以删掉了哈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部分删除。好，然后这里呢，用环形阵列。好 ，Enter 之后，中心点在这里哈 ，I 八个，好，然后这个删掉哈，来 TR 修剪 ，Enter 哈，然后把这边修剪掉，好，那这样子就完成哈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题目。弧 A 中心点到焦点 B， 弧 A 啊，来 DI， 弧 A 是这一个，焦点 B 是这一个，好，答案是858395哈，来弧 C 中心点到焦点 D， 弧 C。弧C的中心点这一个到焦点 D， 答案是865948哈。来，焦点一至弧 F 的中心点，来 DI， 焦点一这里到弧 F。的中心点哈，这个弧 ，Ctrl 右键中心点，这样子会比较快啊。来这一个，好，那个距离哈，74.6725，好，
然后去基扣除孔内面积为何？去基，基就这里哈，来这边 AA 啊不，那个 H 点这里面 ，Enter AA O， 好，选这里面的建构填充线，来14216915哈，来，然后最图形最外周长为何？哈，来这边。矩形，来 B O L E N， 好，答案是13607194。好，来，那这边是502题的部分。